小姐你个 order， 大虾肠通粉、罗宋汤、甜品仲有香草榛子奶冻饼。好好味啊！我从来都唔知道虾肠有啲咁精致嘅地方，仲可以睇埋赛马添。咁好味嘅嘢食，咁应该嘅餐厅，我一定要开心 share 俾啲朋友，约埋佢哋一齐嚟食饭。咦？呢位客人都有用开 WeChat 喎，去到 HKJC 香港马场官方账号，除咗可以睇到赛马新闻之外，仲可以预订马场餐厅。只要 click 入去赛事区，见到即订马场铺店，拣啱心水嘅餐厅揿入去，就可以预订未来28日嘅赛日，再选择日子同埋座位，最后付款就得噶啦。所有公众席餐厅都可以接受预订噶，咁就可以随时随地约埋班朋友一齐食饭啦。在赛马日来到马场餐厅吃饭，可以品尝到美酒佳肴之余，还可以享受到舒适的环境。而且现场设有 VR Horse， 可以让你亲身体验到模拟骑马的乐趣。如果你想感受到现场赛马热闹的气氛，就可以来到餐厅的观景台观赏赛马，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遣活动。John Bacon餐廳真係一個幾好嘅選擇。精明。呢度仲有啲 iPad 俾客人上 Racing Touch App 睇賽馬資料，咁食同玩都可以兼顧曬啦。我啱啱用 WeChat 訂咗位啦，下個賽馬日見啦。拜。